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吉隆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为了要带动观光经济，基隆市政府特别推出了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12月1号起跑。市长谢国良欢迎民众到店家消费，还可以拍照打卡，参加周周抽奖的活动，票选出最爱的卤肉饭。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3、2、1记者会中，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与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跟贵宾们一起品尝各具特色的卤肉饭，一下子市长就吃完一碗秀出空碗，为首度举办的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进行宣传。基隆卤肉饭手抽奖，这次共有40家卤肉饭店家共襄盛举，在记者会中端出各家特色，还有难得一见的巨无霸卤肉饭。这样十碗，这样是十碗的量。对，十碗的量。非常高兴，我们在12月1号开始可以进行我们的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的比赛，在我们超过40家的卤肉饭业者，大家可以票选，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卤肉饭。那民以食为天，那米也是我们这个台湾也好，基隆也好，最主要的一个我们的软实力跟竞争力。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农粮署以及米谷工会，还有我们众店家老板们哦，都有共同的大家一起来推广我们基隆的卤肉饭。哦，我刚刚其实我吃一碗不太够哈，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办完，我等一下再去找第二碗再继续吃。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卤肉饭，然后票选下去。不管是我们的肉羹汤啊、虾仁羹啊，或者是我们的排骨汤，甚至是我们的蛤蟆排骨汤哦，他们这里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灵魂，是最百搭的，号称我们全台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基隆的卤肉饭。那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哈，基隆市米谷工会协助，也配合我们农粮署的政策哈，来帮忙我们的店家来申请我们的台湾米标章哈，秀一下啊，就您可以认领哈，这个台湾米标章的这个厂家哈，就是甲兰酱杠美兰台湾米哈，百分之百台湾米。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12月1号起跑，到明年的1月15号，民众在活动期间到名单内的店家消费，享受优惠之外，还可以拍照打卡，上传参加周周抽活动。另外还有网络小游戏，可以客制专属的基隆卤肉饭。活动期间内获得票数最高的5家人气店家，每家店可以获得奖金与荣誉奖牌。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地的民众踊跃来基隆品尝卤肉饭美食，也来一趟基隆小旅行。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基隆市民期待已久的年终演唱会，12月23号晚上6点半将在市立体育馆盛大登场，包括了911等共7组超强卡司阵容。想要参加的民众，12月7号礼拜四上午11点，要记得到各区公所免费索票入场。画面上是由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召开的2023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宣传记者会。对外公布12月23号这个卡司超强的演唱会将在市立体育馆登场。那呢，我们会由呢我们很强的这个主持阵容，分别就是由陈大天、还有阿喜、还有陈若颖来共同来进行主持。另外呢，也会有7组超强的卡司阵容，也会在我们这场记者会当中来正式曝光哈。那首先呢，登场的就是我们暌违11年再度登陆我们基隆大型演唱会的安心雅来进行活动的开场。那再来呢，就是呢，其实大家非常，我们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基隆，不好意思，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嘻哈天团，也就是911会坐镇压轴。那此外呢，也会有就是像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我们的铁肺歌后戴爱玲也会一起参与。那还有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呢年轻朋友少男少女非常喜欢的我们台湾的男子偶像团体，例如说原子少年，还有呢女子团体未来少女也会一起来加入我们的
歌唱演出。那除此之外呢，也会有我们基隆本土的视障钢琴家，也就是哲成许哲成来担任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爱心大使。他也会在活动当中用他的钢琴来去感染每一个人的这个温暖哈。票券的发放的规划将在基隆的一个七区的区公所，每区有680张。那演唱会的一个座位的总数总共有6100多席。那索票的时间是从12月7号的早上11点开始。那票券是一个人限索票4张。那如果有剩余的票券，我们会提前在魅力基隆的 FB 粉专来公布，并且在活动的当天，就是12月23号活动的当天，我们也会开放，如果有剩余的票券，现场可以索取。因为以往的这个演唱会都是举办在12月31号嘛，那其实全台湾各县市政府也都在这个时间会举办这个演唱会。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提早之后，其实非常就是对于要侨艺人的通告来说的话，其实会比较方便。这样就是我们在12月23号礼拜六的时候，邀请大家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听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911，我们本土的这个嘻哈天团，然后一起来享受我们基隆最有爱的一个氛围。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把我们冬天最浪漫的这个下雪的这个场景，也会搬到我们市立体育馆。我们也邀请到就是我们基隆市聋哑福利协进会，还有脊髓损伤协会，以及猫咪 TNR 协会，还有基隆市自闭症家长协会，还有台湾可思关怀流浪动物协会。我们透过年终演唱会的这个市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爱心。我们也会把呢这个所得，把它用于呢关怀偏乡的儿少，还有憨儿培育，以及呢终结浪浪等公益计划。除了凝聚呢我们社区的情感，也可以传递温暖还有希望。关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表示，如果有剩余票券，市政府将提前在魅力基隆脸书粉专公布。另外，活动也将透过市长脸书及魅力基隆脸书粉专全程转播。记者黄少明、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关销处编列了1200万元的预算，邀请知名艺人或是虚拟偶像作为基隆的城市代言人，引发了议员们的正反不同意见。最后绿营不敌蓝营，议员联军18-9票再次遭到挫败，通过了这笔预算。国民党无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军在表决时举手支持预算通过，最后以18-9票再次挫败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籍市议员通过这笔1200万元基隆城市代言人的预算。18-9，我们此案编列1200万预算通过。由于基隆市政府关销处编列1200万元预算，将邀请知名艺人或是虚拟偶像作为基隆的城市代言人，行销基隆市。不过，市长谢国良说明时，请市议员见谅，下个礼拜才能公布城市代言人。我们经过评选，然后这个厂商已经选出，然后再加上一些讨论跟议案，也选出了我们的代言人。那我们大概在下礼拜前下礼拜就可以公布啊，所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下礼拜就会把这个我们城市的代言人把它公布出来。然后第二，我们城市代言人应该有所谓的年度城市代言人跟活动代言人，就像刚刚凯琳议员讲的，能够帮我们代言我们城市的可能不止一位啊，有一些它可能是针对某些活动，例如我们有卤肉饭啊，我们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活动啊等等，它也可以替我们的某些活动代言。反对的民进党籍市议员认为没有具体内容，先前市政府办理的行销活动也不好，市长又不说明清楚，应该删除预算。当时大家都说好哦，谢市长新上任，我们就让新的市长做做看。我想当时候的议会也通过了680万的相关的预算，就是要来支持谢国良市长来推动城市代言人的这样的这件事情，这个政策。然而，就现在看起来，过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基隆城市代言人到底为我们基隆市的城市观光带来何种的效益。然而，现在好又要再编列所谓的1200万，说明年要持续来推动城市代言人。我想啊，给过市长新市府，给过你们的机会啦。各位议员曾经也提过说，
如果执行的好，成效不错，我们就持续的来所谓的协助或者是帮忙市政府，来要求市政府持续推动。然而到现在我连半点成效都没有。但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你今年到现在你的执行成效是这样？如果你今年的执行成效非常好的话，这1200万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可是你今年也编了，也追加了，然后呢，然后就是没有然后。那明年你要再追加到1200万，又讲不出个所以然，你到底要找谁？你自己心里面总该有一个想象的人物嘛。其实议员对于城市发展规划的这个预算其实都是支持也赞成的，但是市长你每次都说不清楚执行的细节。你刚刚说你下周才有办法公布城市代言人是谁，那等下周我们再来讨论明年的这个预算呢？规划内容是什么？我们就这个东西在审，不然我们忙了一个早上，然后大家说我们为反对而反对，不是。我们忙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我希望这句话也送给市长跟处长。但是支持的国民党籍市议员则认为，还是要让新任的谢国良市长试试看。不是用一个很主题的，只有一个，这是本席跟各位建议，要让人家突出。但是问题是，今天如果说真的要找一个知名一点的，那价钱真的是1200万怎么够呢？对不对？1200万根本都不够嘛。构想，即便说以后真的或许有可能会拆除或不或怎么样，至少官销处已经编了预算了，他还要继续执行，所以我们就让官销处有预算继续做事情。现在已经越做越好了。现在就是，如果说能够再把能见量再提高的话，提升的话，说实在的也会更好。不只是一位艺人，两位艺人、三位艺人也行啊。虽然主席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一度先提出删除200万元的建议，看看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们能不能接受。不过议场内战斗气氛浓厚，同样没有获得双方面议员的支持，议长童子伟只能宣布直接举手表决。那既然大家争论不休，这个案子啊，我想就用表决的方式，但是下一个案子我希望大家是用协商的。最后由国民党无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军以18票对9票再次挫败没有无党籍议员支持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籍市议员，通过这笔1200万元预算。18-9，我们此案编列1200万预算通过。附带决议一样，明年3月向本会提出代言计划及预期效益。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根据统计，基隆市结婚率、出生率都是全台倒数的。市议员何淑平在质询的时候就建议市政府将每胎的生育补助提高到3万元。基隆市议员何淑平首先肯定基隆市政府计划推出的幸运有爱专车，对孕妇产检更加便利。不过面对基隆市结婚率与出生率过低，何淑平除了建议基隆市政府多举办未婚联谊活动，更呼吁将每胎生育补助津贴从2万元提高到3万元。现在结婚率、出生率都是全台倒数第一，那我想就是说可能这些诱因不够，因为有可能我们又是在新北跟台北市的旁边，他们的福利是比我们基隆市是好，所以说是不是有一些诱因可以让大家愿意来尝试，来就是说来鼓励他们多生小孩。那就是说在这里我想拜托市长，就是说现阶段的妇女补助从2万提升到3万。对此，基隆市长谢国伦表示，基隆市相关补助与双北比起来的确不足，基市府会先对相关经费初步估算研议如何落实。就是我们具体把这个经费多少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概算，不过我刚刚自己了解了一下，大概算了一下，其实讲真的，妇女同胞会不会因为，或者小家庭会不会因为我们给他这个生育津贴他就多生一个，其实不见得，因为生育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觉得给予适当的鼓励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所以玉馨，我觉得大方向我们是支持何淑平议员的观点，基本上这三样我们都支持，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如何落实，然后再来跟您以及市民朋友报告。不过也谢谢您提了这个方向，之前有想，
但是我们还没有具体下去做个决定，或许你是临门一脚哈，让我们做这个最后的决定。另外，针对已有50年的信义市场改建进度，谢国梁也回应表示，目前计划朝都更方向进行，工程进行中的中继市场地点也有初步方向，将是市场对面的港务局用地及停车场空地。信义市场绝对是要来做改建的、啊，要用都更的方式来征求民间来做，那也许这个可以。下面做市场，那上面可以用都更的方式做权利变换给这个权利的这个愿意都更的实施者开发商。那中继市场就是属于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那个港务局盖起来2层楼的空间，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那个停车场的空地。那目前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进度。我比较重视的就是它未来的这个有符合我们市民所需求的一个市场，有冷气，有电梯，我们就朝这个方，还有停车场，我就以这三个要求，以我们市民的需求 为要求，那也请我们这个市场科能够继续的来跟下去。何淑平同时关心进度持续延宕的田径场改建工程，建议基隆市政府长痛不如短痛，紧速解决设计建造不良等问题，让市民引颈期盼的新田径场能在安全的前提下早日完工启用。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112年基隆市学生音乐比赛，在合唱的部分，各校参赛队伍展现优美的乐声，还融入了多元风貌。成绩出来，分数相差都在小数点后两位，竞争激烈。优美的歌声融入不同情感，展现温婉、壮阔。各校参赛队伍投入心思，加入动作，争取全国出赛权。我们从暑假就开始一直拼命的练习，这次我们五首曲目要演出，我们还参加了3组，希望可以拿到好成绩。这3年大家都进步很多，然后今年的我们参加了2场，希望大家加油。我们同学经过这3个月来很辛苦的密集练习，他们都很用心。教育处指出，这次合唱竞争相当激烈，分数相差都在小数点后两位，而明年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场地就在基隆，祝福所有的地主队伍展现最优秀的一面。市府这几年在音乐教育上有大幅资源的投入，除了每年500万的乐器的设备的汰换，提供学校的音乐社团跟课程他们可以去替换新的乐器，那再来在空间呢，不管是教室或是我们的演艺中心也做了很大的优化。那今年的音乐比赛呢，参赛队伍也比以前还要多，有高达1700人次哦，比疫情的时间还多了200-300人。那我们非常乐见就是基隆市的音乐风气的提升，那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队伍成绩都很棒。那我们在明年3月的国赛呢，也在基隆办理，那希望明年大家都有很棒很棒的成绩。各组成绩都在教育处网页上，祝福所有代表基隆出赛的队伍明年旗开得胜，展现音乐所带来的力量。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手摇杯来喽！你们家第一个下礼拜可不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一下下就好，这样不好吧？请看哦，雇主聘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将处以15-75万罚锾。我什么都没说哦。聘雇外籍配偶工作前，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及依亲户籍资料正本。二级接锅，你那是无影脚吗？怎么亮的？快教我！什么五元缴？是我的地价税，蒙赢了，赶着去缴税了。不用急，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另外，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112年地价税开征，安心缴纳一指够。中华
科大建筑系所以基隆作为行动基地的 USR 计划，经过教育部评选脱颖而出，在委托行街区举办成果发表。中华科大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结合基隆委托行街区在地团队共创基隆，提出三个空间改造提案，让我们的建筑系跟我们的室内设计系的等相关的好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来推动，在第一阶段我们在灯光在造景的部分的一个改造，跟第二个部分我们针对在系统化的一个设计跟改变。空间改造提案包括了改变现况杂乱的十字街区，创造梦想招商动力的荣盛委托行，以及十座木构架之美的福气委托行展示馆。不一定是完全重来，我们可以来做，我们称之为叫整件维护，可以有一点比较是整件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改造。将课堂学习延伸到创作实践，学子在荣盛委托行推出无人泡面店，结合智慧科技，赋予招商新选择。我们整个店四平大小，无人，我们把墙全部打通，欢迎你24小时随时来。期望以大学师生的专业能量提供在地更多的未来空间。深耕多年的委托行街区公司肯定也感谢中华科大的设计计划。我们其实基隆比较缺就是室内的这个空间的一个设计，那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营造委托行街区的时候也发觉我们其实需要有一些空间的设计来带进来，那刚好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中华科大 USR 计划合作，那他们透过学生的创意，老师的指导，那创作了一些发想还有模型，那这些我们都觉得非常好，也希望作为未来跟街区的邻居们长辈们沟通街区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希望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并且获得支持。在基隆为行动基地 USR 计划展成果发表会上，议长童姿伟亲自参与肯定，多年前他就进驻扰动，期望赋予委托行新风貌。我们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特色，让民众愿意走进来吃日本料理、关东煮，还是喝喝咖啡，然后到酒吧走走，这会形成一种风潮跟文化。我想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这种价值，而它不会是，虽然名称还是叫委托行，但它不是回复到委托行的概念。委托行就是一个青年文创的返乡园区。那我想我们透过各单位的协助，那年轻人的投入，那今天谢谢中华科大这么投入的支持，那让学生来发想，我想它会是有一个新的创意展现。新创意的投入再加上地方资源整合，期望吸引更多的在地居民与观光客来到基隆，爱上基隆。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微凉休闲农场不止产山药、绿竹笋，最近还产出了木鳖果，只有一株竟然生出了百颗，长相奇特，不少民众直呼第一次看到。我第一次见过，感觉到很惊讶，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哇，第一次看过，哇，好壮观。什么水果这么奇特，大家都第一次看到？答案是木鳖果。切开瞧一瞧，取出种子，成熟的黑色种子看起来就像一只黑鳖，让人看得出神。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对哦，看到了，有鳖头。从哪里种出来的呢？绿手指达人金宝姐带我们一探究竟，就在山药田旁。她说没有特别照顾，任其自由生长，没有想到一株竟然长出了上百颗果实，而且颗颗都很饱满，像中乐透一样。我们家政班的那个班长啊，他拿一颗差不多10公分给我种，我想说这个随便种一下，我也不晓得说它会怎样，我就种在我先生那个山药头前面那边呢、啊。啊，前年种啊，去年才生3颗，啊，小小的，啊，两天就都烂掉了。啊，我不晓得，啊，我以为就这样死掉了就算了啊。结果今年3月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讲说，啊，那个木鳖果长很多呢。我一来看，哇，就这样一颗一颗的，我都撞到头呢。啊，结果红了，我拿去市场卖啊。啊，结果市场的欧巴桑，大家都好像已经用很久了。木鳖果它还有 B5、B12、B 型很丰富，所以对眼睛非常的好。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叶子哦跟炒菜一样，这样炒来吃，也可以哦剁一剁，跟那个鸡蛋下去煎，很好吃。他说87岁呢哦，他吃很多哦，结果现在很小很小的字，他都不用戴眼镜，他都看得很清楚。市议员张耿辉也说，第一次看到，上网查了查，竟发现茄红素足足有番茄的70倍以上，含量惊人。这个叫做木鳖果，茄红素比我们的番茄要多70倍，这顾眼睛的，
所以非常好，这个是我们马东的独特的特展。不止山药、绿竹笋，现在还有木鳖果以及山棕。那我们马东社区未来要发展的就是这些东西。透过各式植物发现大自然的奇妙，马东农友们很努力，要让更多人认识马东出土的各式天然食材。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推出了一档结合科学、艺术与哲学的特展 What's This?对话宇宙海，每一个区域都能看见科学转化为艺术的魅力，甚至透过作品对话找到全新的力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What's This 对话宇宙海开幕记者会正式圆满开始。日本材料科学家奥田一明将研发人造肌肉的废弃材料赋予新生命，结合流体力学、浮游体艺术展示应运而生，结合水流、灯光、布展、设计等，让原本平淡的物质在宇宙中展现了无限的可能与美丽，吸引了观赏者好奇的目光与启动内在探索的力量。今回の展覧会のテーマは、这次的题目是 What This 为主题，可能展示的有很多大家可能看不懂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希望这些看不懂的东西呢，能够深植到你们的心里面，然后。慢慢的去体会它的一个意涵，体会作品的意涵，也开启了一连串的对话与学习。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第一特展厅 What's This 对话宇宙海开幕典礼上，贵宾云集，还邀请到沙画艺术家现场创作，与特展相互呼应。宇宙中所有现象的产生，其实都是物件和物件间对话的结果。仿生浮游体创造存在的价值，开启无限的想象。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的东西，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垃圾，它是一个 it's useless 没有用的这些材料，原来其实它都是有意义的。只要你愿意用心去跟它对话，你就会看到它可以变成我刚刚在讲最漂亮的水母，它可以变成最漂亮的花海，它甚至可以变成 universe， 包含了这个星球等等。反正你只要想得到的，其实在这些没有用的材料，竟然都可以赋予它的新生命，这是这一个展最特别的地方。那其实在海科馆展有它的意义，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海科馆主题馆以前就是北火电厂，是一个高污染的一个火力电厂。然后我们的潮境公园以前就是垃圾场地，那有肥水处理厂。可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的这个生活转型，我们的素养的养成，那结果我们把一个高污染的一个电厂退役下来之后，变成是一个很棒的博物馆。而我们的垃圾场地现在变成了一个最漂亮、最可以讲永续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大环境。所以你可以看。事在人为，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跟他对话，就可以赋予他的新生命。启动内在心灵与宇宙万象的对话枢纽，海科馆特别规划记忆星辰、若应宇宙、仿生幻影艺术工作坊，以及奥田一明先生的对话等课程活动。这档别具意义的 What's This 对话宇宙海特展，即日起展到113年8月25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欣赏这结合科学、艺术与哲学的特展飨宴。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